你咋子呀？今天三明区吧。三明区哪里？九七两街啊，九七啊。看照片有没有？居家一样的这个，居家检疫。啊，你居家检疫这个造型啊？啊，对啊。你写居家检疫的吗？哪里口罩底下？口罩有啊。口罩底下。底下，底下。底下，底下。来，阿进赶快来拍手。你居家检疫没当出来，你知无？来，你人起来，来。来，你先起来，大哥。你人起来。黄先生，来，先配合我们一下。你居家检疫呢？来。你今天到我是伫迄个，迄个啥处所？先生，你家己是唔居家检疫，你清楚嘛？吼，对啦吼，无唔对嘛？我再跟你讲话，你。来。